富人街景，今天是2024年7月13日星期六，时间是晏昼的2:19。我们现在在铜锣湾这个纪利佐治街这里行下的，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呢？怡和街外面这条，那么这个方向呢，去回个天后的方向了。另外一邊咧就係、呢個軒尼斯道啦，呢邊咧落翻去依個鵝頸橋啊、灣仔嗰邊嘅方向啦。嗱，右手邊咧，逢江百貨啦，呢條馬路都好多人過馬路嘅呢度嘅。咁我哋沿住個紀利佐治街咁一直行過維多利亞公園個方向啦，睇下而家情況係點樣啦。今日都幾熱，而家夏天都。如果冇落雨嘅咧，33、34度都一定有噶啦。咁就呢度不嬲都好多人噶啦，呢度位置都。以前舊大院都嗰度咧，而家變咗一個名店坊啦。百德大廈嘅位置咧。上網 never 機啦，上網簽上網手機轉到緊緊 never 機。係啦，有電信商嗰啲外判商出現啦，見到啦，零件方嚟㗎啦，幾多人見到喎？入去咧，嗱，不過而家咧晏晝咧都可以有呢啲咁嘅檔口，即係可能變咗行人專用區啦。咁有依啲 iPhone 嗰啲H&M 嚟到啊！百德新街啦，而家呢個變成一個影藝戲院嘅位置啦，見到咧。落翻舊時舊大院嗰邊嘅方向啦，呢邊啦。百德新街另外一邊啦，行人專用區嚟噶。街就好短嘅啫，但人流就好多噶，嗱呢度啫。不過其實你望入 H&M 其實人流又唔係太多嗰啲買嘢就。而家呢啲咁嘅天氣就應該就唔係太多人去公園噶啦，應該真係好曬而家。上面咧皇室大厦啦，咁啊前少少咧就喺个皇室堡嘅方向啦，就要站望落去咧，都游客都唔少就。有邊好多人？我哋下一集咧，我哋影一影呢個皇室堡過去咯。哇，好多人喎、啊！皇室嗰入邊。
可能有啲方神搞喎，可能係咪歌手呢？咁我哋陣間過去睇下啦，我另外一集睇下。知啊啦。左邊咧，個柏林酒店嗰個閘度咧，佢直行入去就係、是，即係點啊？閘上面。銀行就今日星期六下晝就閂咗門啦。咦唔係喎，上去嗱，直行過去咧，就係、是、呢個維多利亞公園噶啦。咁啊，左手邊呢邊咧，去翻呢個柏林酒店啦。另外一邊咧，係啦，出翻去呢、這個頭先怡和街啊嗰、那個方向啦。咁我哋影多次呢個佢哋左市街啊。咁我哋今集咧就講到呢度先啦，大家對呢集有啲咩意見可以下面留個言俾我聽嘅喎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